拿出一只斯堪尼亚泵喷嘴，将斯堪尼亚泵喷嘴固定在台前上。用斯堪尼亚压帽拆装工具装入油嘴紧帽上，旋转台前上的固定顶杆，使固定顶杆垂直压入油嘴。旋转斯堪尼亚压帽拆装工具，拧松油嘴紧帽。反向旋转台前上的固定顶杆。用斯堪尼亚电磁阀拆装工具拧松电磁阀，将旋铁测量工具安装在喷油器壳体上。装入千分表，上紧测量工具上的锁帽。千分表，观察千分表数值变化，数值为0.13到0.15毫米之间属于正常，如果数值有偏差，需要更换调整垫片的厚度，调整垫片越厚声程越小。取下测量工具，安装旋铁支架，安装旋铁盘，装入旋铁盘紧固螺丝，用旋锯头踢时拧紧，将千分表安装在空气余隙测量工具上。把千分表放置归零块上，把数值归零，将测量工具放在旋铁上，千分表数值在0.15到0.20毫米之间属于正常。安装电磁阀紧帽，用斯堪尼亚电磁阀拆装工具套入电磁阀，配合扭力扳手拧紧，拧紧力矩为55到60牛米。拿出堵头高度测量工具，装入千分表，上紧测量工具上的锁帽，拿出一只堵头装入测量工具上，千分表数值为堵头高度数值。安装油嘴紧帽，
将斯堪尼亚鸭帽拆装工具装入油嘴鸭帽上，旋转台前上的固定顶杆，使固定顶杆垂直压入油嘴。扳手拧紧油嘴鸭帽，拧紧力矩为95到105牛米。反向旋转固定顶杆，取下斯堪尼亚鸭帽拆装工具，喷油器安装完成。把斯堪尼亚起盆压力测试工具固定在立式台前上，依次放上油嘴底座、垫片、针阀弹簧、针阀顶杆、中间板、油嘴，拧入油嘴紧帽，套入27号拆装工具，用扳手拧紧螺丝，配合扭力扳手扭紧。扭紧力矩为95至105牛米。取下拆装工具，取下测试工具，把测试工具拧入校验器，使用扳手拧紧，下压压杆测试数值，起盆压力标准数值为275帕。